播最新的连线焦点，带你来关心。针对连胜文，希望能够提高枪击案办案的层级。这回吴奎也有了最新的回应，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洪婉珍，带我们掌握。婉珍。好的，连胜文选前之夜遭到枪击，昨天板检以误击做侦结，引起社会许多的议论。今天行政院长吴敦义对这件事情也提出看法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我不是办案的人，那我不能随便乱评论哦。一方面政府也不可能插手去影响说检调，你要这么办那样办，不可能的，这国家不容许这样。至于有多少人能信服这样的起诉书，或者哪些人质疑，我觉得检警调都有义务哈，把真实的状况，他们努力调查出来侦办的情形，据实的跟国人报告啊，那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误解。那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够，行政院长吴敦义表示，检警调还是必须把所有结果据实以告。对昨天行政院的尾牙，有人问吴敦义军公教明年会不会加薪，吴敦义回答说，这要去问下一任的院长，让人联想吴敦义是不是有下一步的规划。今天那个吴敦义也在讲说，他其实是大笑一声说，这还真是想象力太丰富哦。对接下来规划，他并没有正面的回应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，我们将镜头先交给棚内。好，吴敦义表示，检警对于这个连胜文遭枪击案哦，应该要据实以告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。